就是这个呢，这个呢挡害。咱把咱家车放这儿了。我跟小美女单身啊、哦，一个人自驾西藏，老牛逼了，老厉害了。然后那个我们在那个快到西藏路上遇见的，这些天一直在一块儿了。现在我俩开他小车到前面那个牧民家那里去问一下，这里可不可以停车？如果是可以停的话，咱们就看看象征性的给他们一点停车费。今天咱们就停在这儿，就可以看到那个那个纳莫兔那个湖，非常美丽的风景，而且呢还可以拍到岩石的黄昏的日落，还有日出，特别特别的美。这个地方有一条沟，还有一个古堡，车是下不来了，挂底盘只能是走上去了。这个要是越野车的话就咔咔的下来了，然后咱把车放在那儿走过来，对，越野车就过来了。看那山的那边已经下雨了，黢黑，先走上去看一下什么情况吧。哎呀，那离湖边还老远呢，妈呀，再走过去得走半天，车过不来，他摩托也是也只能走到那里。过去问他们一下，要在这住吗？这住也太危险了。啊，你说你咋敢一个人跑上西藏呢？我除了怕黑，我不怕人。哦，除了怕黑，什么都不怕呗。对。啊，你是不是学习不好？那知道。那黑板就是黑的呀，那一瞅黑板就害怕，那肯定学习不好啊。这不还你看离湖边还多远呢？远着了。远着的很呢。雾到里面了吗？你们今天要在这里住吗？不是啊。你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得下一个县城吧。你们也要是也过来要拍点视频呢是吧、啊、拍点照片之类的。车子雾住了吗？咱们几个抬出来不就行了吗？对呀、啊、应该能抬起来吧。不好抬。对，气有点深了。陷的有点深了，我感觉还好、哦，垫点石头或什么东西。人没事，这其他都是小问题。看一下，你们的人高一点可以后抬后面嘛？抬不动，抬不动，抬不动吗？你这个是啥车？是帕萨还是啥？这是什么车呀？铃木的250。这个车很贵吧？250。竟然摩托车也会误车。我身上有那啥，我去给你拿吧，有那小铲扒拉扒拉土。不用，应该不用吧，应该是把这卸在这里抬上，应该可以了。够不到哎。感觉你们从哪来？啊？从哪来？我从山东，他从河南。对。勇敢。太厉害了。哎呀，他那口踏板你看都跑上来了，很牛哎。对呀、啊。嗯，你这个车是多大马力的？125的。125的，你上的时候有高反吗？还好，我318去了到拉萨，拉萨之后现在准备回去了。啊，准备要往贵州往家回了吗？啊，对。我们也是318上，现在也是准备往还下的。给他们录个小视频。加油！你拉就可以，慢一点哦，慢一点。你不要转，我感觉屁股踩在这里，转让他的力拉，然后那个，然后后面能推一把推一把，来吧，大家给他推一下，来，大家给他推一下，来，一二，走，推不动，拽不动，拽不动啊，拽不动，拽不动，把
屁股抬在这里来，然后推就可以推了，是吧？然后有点海拔有点高，有点缺氧。车也有点高反，没劲儿。去这边啊！咱们一起使劲看能不能抬动啊！你混合把它肯定抬这边，抬这边啊，抬这边。直接抬油门啊，抬油门。直接抬这里啊！尾巴先过去一点嘛。尾巴先，嗯。抬这里，这里。哎，对对对，对，好，好，那个往前抬一点，不用拉了，不用拉了，这不就出来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再抬一下这个不就好了吗？等下说一下，等下搞事。来，不用拉，不用拉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来一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这就应该可以了。不用拉了，一推就好了，不用拉。这就出来了，就不用拉了。没劲了，这推都推出来了。不用拉了。你们好像都不大，除了他年龄稍微年长一点，你们两个都很小吧？他们两个都小。对啊，我们年龄跟他儿子差不多。你十几啊？十八吧。那么小啊？你别骗我。好了吧，现在应该就能骑上来了。哎。要不然你往后推嘛，往后推呀、啊，往后推，前面的，对，往后，哎，对对对对对、啊，然后上那个硬的地方再上去，不要往这里来了，那里面的土就很暄了，就不能进了。啊，要卸车的。对，要卸车了，你看它都给围起来了嘛，不让进了。我们走了啊，拜拜，拜拜，一路平安，拜拜，一路平安。他打雷了，打雷。I'm afraid to see you when